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权的权。听我口令，预备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埃菲列达获得开球权的权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，埃菲列达开球。
犯规。自由球。第一局，安菲列达胜，比分1-0。第二局，约翰·索阿开球。
二局，约翰·楚阿胜比分1-1，开球清谈。三局，阿菲列达开球。犯规。第三局，约翰·楚阿开球。延时，
三局，约翰·楚阿胜比分2-1，开球清台。第四局，约翰·楚阿开球。10 seconds，延时。
10 seconds.第4局，约翰·楚阿胜，比分3-1。第5局，埃菲利达开球。
第五局，约翰·楚阿胜，比分4-1。第六局，约翰·楚阿开球。比赛时间已过半 ，half time passed。
六局，埃菲列达胜，比分2-4。第七局，埃菲列达开球，
件事。本场比赛结束，约翰·舒华胜，比分5-2。Congratulations。